近星期白羊股市的焦点呢，相当之多。首先就是这个期货结算呢，还有就是美国很多的经济的数据，还有就是内地这个刺激这个经济的措施呢，怎么样出台了？还有就是憧憬在未来这个内地有机会呢调低利率，还有这个存款的准备金率。在近星期，我相信在11800点左右，就是上星期的低位呢，有一个蛮不错的支持。阻力方面呢，在这个13200点，突破的话呢，有机会呢再进一步呢上望这个15300点左右。